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玩这一款在进行封测的《梦浮灯：地府恋爱》，进来序章了。怎么？既然这里是奈何桥，我自然就是孟婆了。怎么？毕竟民间。于青青这个名字不错。那么，喝了这碗汤吧。好了，这个游戏很简单的主轴就是失忆的少女撩骗地府所有美男，很简单吧？判官。好生蹊跷，崔某的生死簿上并无此人。阿玛，莫非是老大的生死簿出了问题？怎么可能？小声点，别命。可是这妹子看着……这位小姐，不必害怕，请小姐触碰一下这生死簿的内页。判官，怎么会如此？查，是。此处便是奈何桥，前面便是孟婆，自然是去引渡其他死者的魂魄。何事？这个面具底下一定是个帅哥，我从声音能辨别这一切。味道如何？这孟婆汤可是能让喝汤的人尝出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的味道呢。不用如此煎，好了，时间紧迫。这个很可笑。喂，醒醒！你喝杯水冷静一下吧。小姐有所不知，寻常生灵投胎之时，进入的不过是名为幽冥术的幻境。虽然看上去与真实场景无二致，但除了一些……不知崔判官话说完了没？今日传这姑娘来此，可不是让这位……老身在鬼界多年，还头一次见到有人能毁了生死簿。好了，又有几位帅哥都出来了，黑白无常。走了。啊！只需999元宝，这是月卡吗？好，序章完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首页的邮件。活动有什么？密会，密会是增加好感度的地方啊。切换，这么听话，想要什么奖？
啊，那个新手教学怎么有点慢？他不能，他讲话太慢了。哇，我现在已经很害怕，我每做一个举动，就会出现一个很慢节奏的新手导引了。每日上线十年抽。啊，主线故事。啊？皮囊不过是虚妄之物。我来幽都快20年了，没想……真是只要活得够久。无也，除非必要。吾不会离开阎王殿，吾也不记得。我在大街上看到阎王了，他竟然出门还被我看到了，简直是三生有幸啊！这还挺好笑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进去吧。游戏的部分嘛，其实最主要就是来享受，这个剧情。那是以地府恋爱为主题的。所以是比较特别一点的，那我这样玩下来的情况，其实我觉得在服装部分好像没有送，所以体验不太到说服装的华丽度什么的。那剧情的量是相当大的，目前是进行封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来玩玩看这一款游戏啊。大家拜拜。其实很容易发生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在。